1998年，中国政府首次发布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计划，到2003年，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出台，2006年艾滋病防治条例实施。这些举措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愈加重视。宣传普及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一直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大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许多社会民众对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传播途径都有了基本认知。但是这些媒体对提高艾滋病防治意识，特别是安全行为方面传播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贫困边远地区居民、少数民族及流动人口更是如此。而这些边远贫困地区却往往是贩毒、吸毒和艾滋病的高发区。与此同时，伴随着边远贫困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与恐惧。如果艾滋病感染者从外表上可能就看得出来，看不出来。三个传播途径你该记得呢，讲给你。艾滋病病人的血液会过得你啊，是真的。第二，娃生下来不能吃他妈妈的奶，叫做人工喂养，奶粉也能来国家提供给你噶。那么你要定期叫那个警察，你也是要帮宣传的噶，你有这点。发生男女关系了，都会过得艾滋病。你吧。来，早去看病毒治疗，就是舌炎的病，我们这里打到。妈妈勇敢了，妈妈谢谢。上那个，哎呀，像你们这年轻人想打多了嘛？噶，有些人他想打放干了嘛？噶，征求试用安全套可能预防艾滋病。哎呀，吃了牙吃鼻子那个珍贵营养嘛，不是？结果就说消毒不用出是口的，想不你上面你。跟你的社保讲，你就检测啊，这些些结果是保密的，噶。知道艾滋病怎么传播的？我说不出来，那我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呀？那你知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什么的？传播方式就不是一个就不是血液嘛，噶。啊，血液。一个是血液。啊。一个是吃你嘴，打阴暗了，噶。通用一个针头啊、注射器啊这些个。之前的时候知不知道艾滋病？疫情，当然了，就是都心疼，现在跟咱妈的。那就是教给我们怎样认识艾滋病的预防。这些嘛。你觉得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吗？可以预防。可怕可不可怕？不可怕。就通过什么了解艾滋病的？这不是那个李大姐来讲的了解吗？在李大姐讲之前，您了解艾滋病吗？了解吗？就他没有给你宣传之前，你知道吗？哎，不宣传，这家长不得。不知道是吗？啊，就他来宣传啊，噶，他一家家来宣传，噶是。一家家宣传的人得了吗？老板，老那边，我又来了。我原来上回来给你们宣传过这些艾滋病的知识，该记得的嘞。认得的，当时是不了解了嘛，就是觉得有点害怕，因为人的艾滋病是会传染的，然后就是治不好的病嘛。那通过他宣传之后嘞？就觉得其实也不危险了，不危险。像我们这些员工，多数都是，刚刚出来接触社会，他们都不知道。现在他们工作人员来宣传以后，这些小女孩都知道了，他们也会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2009年4月，在云南省临沧市临湘区的调查及一个独立评估，都显示了卓越的工作成效。随机采访的普通市民、村民及农民工中，相当大比例的人群对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及其传播途径都有了很好的理解。鉴于当地的特殊情况，该结果让人印象尤为深刻。
临沧地处云南省西南部，辖有七个国家级贫困县，人均收入水平低，境内生活着佤、傣、拉祜等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众多，边远贫困，无疑为当地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增加许多困难。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疾控中心为此做了很多工作，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与非政府组织等公民社会伙伴合作的 TCE 项目便是措施之一。因为中国呢贫困面比较大，尤其边疆民族地区，生活上贫困，再加上这个艾滋病这个进入的话，在一定的群体当中加大了这个贫困的这个面。我们临沧区是我们云南省艾滋病流行的高发地区之一，也是我们临沧市那个毒品危害艾滋病流行的一个重灾区之一啊。在我们近几年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艾滋病示范区启动以后，五年来都取得了较大的工作成效。我们这个TCE项目在2007年三月份启动以来呢，通过他们自身的一些艾滋病防治的优势啊，还有一些这个培训、咨询培训啊，还有外展能力的培训啊等等方面，对我们艾滋病综合示范区的一些工作得到了一个有力的补充。TCE 项目全称 Total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中文全称为传染疾病完全控制项目。在临沧市临翔区开展的 TCE 项目是由亚洲开发银行、中华预防医学会、云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互满爱人与人组织联合参与合作的一个试点项目，并由临翔区扶贫办、疾控中心和互满爱人与人共同成立的项目管理办公室管理项目实施工作。 TCE 项目模式由互满爱人与人组织，简称 HPP， 在非洲创立。互满爱人与人是一个由四大洲35个国家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在全球42个国家从事国际发展领域的合作，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领域开展了包括基础健康、艾滋病防治、教育、农业、环境、救济援助、社区发展等项目。临翔区 TCE 项目是首个在中国开展的试点项目，该项目资金来源于瑞典国际开发署向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信托基金，额外赞助由互满爱人与人组织提供。项目挑选并培训当地的中青年人，使他们成为专业的外展人员，以此动员当地社区和所有个体参与到抗击艾滋病的行动中来。TCE运作模式简单总结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是地官员，他在他所负责的片区进行入户的面对面宣传，宣传哪些内容呢？包括这个艾滋病的基本预防措施，以及关于歧视和误解方面的。当然我们这些呢仅仅是作为一个部分去宣传知识，他们还参与到很多的其他活动，比如说咱们这个农村这边呢有很多的接子天活动，还有这个积极分子啊、学校工作场所这些培训，我们实地官员都需要去覆盖。然后通过这些活动呢，也达到了使更多居民就是能够覆盖到就关于他们怎么如何预防艾滋病这个知识。我们有项目主管、在项目经理，还有我们 TCE 里边呢有特派员，还有中队长，还有这个中队长下面就是实地官员了。每个实地官员他负责5000人，然后呢一般情况下这个5000人如果在农村地区的话呢，他就负责大概1到2个行政村。我的工作就是包括入户的拜访，还有田间地头，人多的地方我尽量还是给他们做一些宣传。其他方面呢，我看到有黑板报，黑板报，还有海报，又是小宣传手册，这些我们也是发给他们。一个就是动员我的积极分子，我看到他能讲会说，他能够帮我做事的人，哎，我就讲了，你能不能参加到我们这个 TCE 项目当中来。 TCE 项目拜访的对象中既有普通市民、村民，也有流动人口、吸毒者、性工作者这样的高危人群，
还有一些处于边远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以改变目标人群行为方式为目的，通过挨家挨户面对面的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的方式， TCE 项目动员起整个公民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到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来。可以说，有扶贫办、疾控中心等多政府部门与互满爱人与人共同合作开展，并由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的 TCE 项目，是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合作的一个新尝试，一个登上抗击艾滋病战场的新武器。TCE 项目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精诚如父的宣传。应该说，政府工作呢做不到这么细，非政府组织呢，一方面对我们临沧是资金的支持。另外一块呢，应该说他的一些管理理念和管理思路对我们临沧是个很大的冲击，那么从观念上、从管理上呢，给我们有过很大的改观。还有一些新技术对我们的边远地区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普及。I believe that our very, very good coope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 in Linxian, with the CDC, with the Poverty Elevation Office, all show that you can do a network of government enabling the environment and of local people, local field workers doing the outreach which government cannot do. And this model we have developed some years ago in 2000 in Africa. We have reached 7 million people until now. And in many of our areas, we can see the response is great. Like in Zimbabwe or in Botswana, we doubled or tripled the national response to go to VCT. Because the face-to-face talk with somebody you can trust is a very, very empowering tool to people to make a decision and to learn something. TCE started in January 2007 in Linxiang District with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field officers. The knowledge, the general knowledge of HIV/AIDS was quite low, which also resulted in high discrimination. When we started, 46% only were willing to share a meal with an HIV-positive person. And from our preliminary check of the final assessment, this has gone up to around 69%. Which is quite a good achievement. For the HIV/AIDS knowledge, those who can answer the three main transmission modes has increased from around 30% to around 38%. So with more knowledge, the discrimination will go down, and both issu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防止是传播，在艾滋病控制来讲，那么是一个治本措施。那么在这里呢，开展艾滋病的宣传就是要做得非常扎实，就是要做到精诚入户，非政府组织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里边去，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那么还有呢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它才是效益最好的。我觉得我看了这个现场呢，我是受了一定的启发，就是通过这样一种项目，通过动员很多的志愿者来开展着面对面的教育呢，不仅在云南，在全国其他的一些地方呢，我觉得都很有借鉴意义。如果这个项目呢，如果很成功的话，我们卫生部是有这样的想法，就准备把它推介到其他的一些艾滋病流行的比较严重的地方去。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就采取这样一种办法。我想呢，如果这个能够得到全面落实的话，是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的。I'm particularly impressed with the cooperation I see from our local government partners, the strong sense of ownership, and I think it's one that very directly mobilizes civil society as a whole, which again is critical in addressing HIV/AIDS. And this kind of what we're trying to build here.
partner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between civil society, whether it be NGOs, our partners at the central level, China Preventive Medicine Association, our partners Humana People to People, a very strong international NGO,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very hardworking field officers, spreading information, spreading knowledge, spreading a will, a commitment to make a difference. These are all very, very key. So if you asked me the one thing that most gandong, most sort of moves me, it's seeing the effort, seeing the faces, the hard work of these field officers, as I say, hiking up the hills, working in their own communities to make a difference. TCE 呢有很多积极分子，一共是有3000多积极分子。现在，因为积极分子里边有很多都是村领导、乡政府领导、村医、老师，都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就希望他们结束以后呢，他们能够在他们这个社区继续负责开展相关的防艾工作。比如说，村领导呢，他在开会之前可以利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艾滋病，是吧？倡导大家这个共同。这个站在一起去抗击这个艾滋病，虽然是工作结束嘛，也可以说我们就是一个积极分子了 ，TCE 的积极分子了。但我包括我的情报好友不懂那些，我斗争那些，甚至他们也搞微信那些，我都要坚决的制止。我还是热爱这份工作了，当然要以后我还是可以帮出出黑板报啊。我跟防疫站要得的宣传单还发不完着一些，我还是继续发。在我没有接触这个之前。我们认不得很多人搞微信，真的认不得。噶，虽然我懂得一些，但是太肤浅了。但通过这个工作，多方面的学习，噶那些每个星期，噶我们都搞那个总结学习嘛，懂得非常多。只是知识一些嘛，但是答应那样随时去倒是不可能啊，噶。这个是我说出我的心里话了。今后就说说我不需要TCE结束了，这个事情了嘛。这种积极分子的，就像我们说TCE的积极分子了嘛，都可以做下去。就算不是你们TCE的积极分子了嘛，我也有责任义务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我也是啊，把这些预防知识嘛，这不是作为一个人嘛，最基本的一种本能了嘛，让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健康幸福。